夜归者不过某时莫不语。这么巧啊，出去又遇到了这个蓝二公子，想必就是蓝氏双臂的蓝忘机。弟兄，魏晓，你居然敢去招惹大名鼎鼎的蓝家蓝二公子，这算什么？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本公子是第一个人。我认识一个女孩，她天真活泼可爱，在等待有个人可以给她一生三千宠爱。不需要很有钱，不需要很帅，她脾气不坏，有时候暴露，有时候你必须忍耐。为什么她竟然爱上他？她到底在想什么？她是否忘了？你干嘛老去招惹？爱是什么？让她乱了头脑，不知道该做什么。我想说，这怎么可能？她舍得舍弃自己的尊严与爱好？我把手先给你，你拉我吧。一点都不会与旁人口。蓝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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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二公子，长脸看看我呗。是同袍，他是吴一豪啊。吴勇，报、哦、事而不见，脑袋中却浮现眼前竟是他在微笑的画面，而他说。不行，不要难过，不要谎言，要承诺。你在干什么？和他的爱情绝不懒惰，就算也不爱定的因素。怎么兔子头上也有纹路？我帮你，走开。哎，我看你这墨额不错。墨额乃重要之物，非父母亲，岂能触动？蓝湛，被吓到了吧？哎蓝湛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无聊，哎，我背你。好了好了，多谢。不急不急，一起去看看吧。蓝湛，哎，你别走，你别走啊！我不脱了还不行吗？我和蓝湛。也是因为志同道合。原来是你啊！我这个灯可是为你蓝二公子专门做的。你笑了。哎，你干嘛这么生气啊？我苗国的又不是你，除非蓝湛，你喜欢我？